昨天有跟林国春谈，林国春也有跟这一个郭董都已经联络上，他可能会在这一个明年啊一月一号过后会开始展开这个浮潜的一个行动。那今天找赵董来帮你就是扫街嘛，那未来会不会找郭董一起来？听说好像已经有敲定他了，那时间有没有确定？啊，当然这个郭董啊，我们有很诚挚的邀请，那他这个在土城是他的大本营，那现在他要这个整理。他的全台湾的这一个联署站，昨天有跟林国春谈，林国春也有跟这一个郭董都已经联络上，他可能会在这一个明年啊一月一号过后会开始展开这个浮潜的一个行动。那可是赵董跟侯市长他们两个人电话都打不通，而且还以为是电话都错了，那只有你跟林国春约得到，那有没有帮忙约一下郭董？没有啦，这个我们赵少康副总统他跟这个郭台铭的这个联系应当是很畅通的啦，外界捕风捉影那大家听听就好，其实他们都可以联络得上啊。那所以说我们会团结起来，最重要的郭董他一定会帮国民党，这是毋庸置疑的。你要把你有打通的那个电话给赵董吗？有这个他有啦，他有好几支啊，他的这个专线比我更多，管道比我更多了。我们是很对郭董很高的期望了，是啊，谢谢，谢谢啊，谢谢。